聊天呢？嗯，前面是谁？好，酒吧吗？有声有色 ，Miko， 你好。那怎么样？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刚刚啊，之前是在马六甲那一站，然后现在要去芙蓉。为什么？嗯。哦，好。哦，跟了反。啊啊。啊。主产主嗯。那好，那今天你要派哪两位的这个绝对 superstar 的来过？如果有一天我要飞上天，去看看世界的遥远，你会不会跟随在我的身边？如果有一天我要飞上天，去看看大海的另一边，给我你的手，想飞得更远。你就是我最想念的人，也就是我放不下的人，你让我走得不能安稳，一脸里残留就是让我伤心的人，也就是让我快乐的人。要轻闭的窗关上灯，寂寞的黄昏，那风吹长风，花开花谢，孤单的清晨。如果有一天我要飞上天，去看看世界的遥远，一不小心就飞到了你的身边，一不小心就飞到了你的身边。如果有一天，谢谢。相信我们去得到，当你微笑让我没烦恼，星星也重新燃烧，当我跌倒你献上拥抱，就恢复力量继续跑。之间偶尔会有些误会，有些争吵，但只要我们凡事都将对方当真，纹身也会逃。你很好，缺点你都接受得了，幸福路途虽还遥远，但我相信我们去得到。我会做好，让你没烦恼。